这是我第三年代言寻希望，是因为有效我才继续接下这个代言的工作。大家认识我呢，都是从宝岛一人大开始，平常的时候呢，我也喜欢上山下海，所以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在节目最红的时候却收掉了。现在我就来告诉大家，因为长时间的爬山涉水，主持外景节目，每天呢不是在山上就是在海上，曾经呢有一阵子都坐轮椅去上通告，后来呢我就跟制作说我不拍了，不是我不想拍，而是没有办法拍，所以呢我就把所有的节目都辞掉，休息了好长的一段时间。咱这五年纪的人都怎样，天气在变化之前呢，我们的身体就会告诉你了。我每天早起都要念经，在还没有接触寻希网之前呢，我甚至连跪都跪不下去，即使跪下去了也站不起来，真的是苦不堪言。从开始使用寻希网之后呢，我就明显感觉到身体的变化。很多朋友在问我为什么吃了之后呢会有酸痛的感觉，其实呢这就是寻希网有用的原因，它正在刺激我们怀疑量的增生。也许一开始你会觉得有点不舒服，只要持续的补充，你会发觉你的关键部位渐渐的变得非常的有力。以前你叫我哭了都很困难，现在要跑要跳去开演唱会完全没有问题。我不希望说老了以后呢被人家推着轮椅去唱歌去跳舞。很多人都问我阿丽娜，我没老啊，我不是变老，我是还在长大。 My friend， 还记得哈，一定要有沈文成的肖像，还有黄伟雷射标签，这是正港的寻希网哦。卖公杯不对，再来说怎么没有效呢？